来了，宝贝儿，咱们前两天教大家画这幅作品的时候，是不是说给大家安排一个三连画？今天安排上了，画框呢还是30×60的，你三连画你框得一样大，对不对？你看三连画框一样大，就是押韵无处不在。先在左边呢给它贴一个长方形，竖着的长方形，然后呢再在右边呢给它贴一个差不多是正方形的，但是比它矮一点，哎，全部给它涂成红的。但是你看啊，这个红都是左边浅右边深，这都是细节，这块细节必须得拿捏到位。画完墙你得画瓦片子了，瓦片子是咋画的？咱们上一个作品给大家介绍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啊、嗯。然后高的这一个呢给它画点屋角子，在这两座墙后边我们给它画上一棵树。有的宝贝说什么树？你别管什么树，它指定不是杏树。对对，我防着你们呢，要不然你们又得说红墙出杏。这不三连画都出两幅了，还有最后一联，想要学最后一联的宝贝，你得评论区告诉我说，凡哥我想学。